会是谁？会是谁？第一个 winner 是第一位，就是 #hashtag 爸爸 boy， 我要长江白咖啡，我拿到了。然后你们真的很幸运，这个咖啡真的是很好喝。大家好，我是爸爸 boy， 你们认识我吗？不认识的话，可以 at 我的 Instagram 还是去我的 YouTube channel 来了解我多一点。我现在本人呢，就站在 KB 的旧巴萨，就是所谓你们的旧菜马。拍这个影片是要抽奖，抽出那三位幸运赢长江白咖啡的幸运者，我就顺便拍拍这里的风景给你们看喽。要不然我只是拍抽奖，你们又觉得我的影片闷，对吗？所以我等下拍一点风景给你们看，过后我就开始抽奖，抽出那三位幸运的人。Hello， 现在站在我身后这个时钟咧，据说是 KV Town 最古老的时钟。相信在我身边这一条街，移民的你们应该也不陌生，这边就是 KV Town。几十年不变，这个是 Chris 讲的啊，不是我讲的啊。然后还有 Chris 跟我说，这个海南公会，你们移民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起好的，你们看看，现在已经起完了，起完了。KB Town 给我的印象真的是几十年不变，因为我们每次从班达下来就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为了什么？就是 KB 炒米果仁加 ham， 哇！现在讲到都有点饿了。Chris， 我们可以去吃午餐了吗？等下再拍可以吗？我要去那边吃。所以飞砖就是这样子，这样简单。 OK， 现在我就要去抽奖了，抽出那三位赢长江白咖啡的幸运儿。 Let's go。 Hello， 我现在就来到 KB Town 的 Marilyn Cafe， 我就来到了这里，要抽出三位赢长江白咖啡的幸运儿。我要怎么抽出这三位幸运儿呢？我就会去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就叫 Comment Picker， 只要去那个网站，然后再 copy 我 YouTube 那个长江白咖啡的 video， copy 过去那个 website 就可以抽出来了。我等下就会一步一步的做给你们看。所以这个 website 很简单，它就是 Comment Picker， 我只要按 YouTube Tools，然后 YouTube Random Comment Picker， 过后我再去我这个怡宝长江白咖啡的 video 按 share， 再 copy 它的 link， 然后再回去 paste 那个 link， get YouTube comment， 就是你们 comment 的爸爸 boy 我要长江白咖啡，然后在这里就可以 pick 了。你看这里有写着有16个 comment，所以幸运的三位，我现在要抽你们出来了。 Let's go。 OK，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抽出第一个赢长江白咖啡的幸运儿。一二三，
会是谁？会是谁？第一个 winner 是 Kenny Sim， 第一位就是 Kenny Sim， Kenny Sim 吗？就是你。他那里有写着 Baba Boy I want 长江 White Coffee， 他是写英文，所以这个也算了。现在我们就抽出第二个， OK， 第二个开始， Go， 会是谁？谢了他，耶！恭喜你，第二位就是谢了他。好，我们现在就来抽最后一个 winner。OK， 最后一个 winner 咯，最后一个会是谁？一、二、三，最后一个会是谁？李俊浩。第三位呢就是李俊浩，李俊浩。 OK， 三位幸运的你们要怎样拿到你们的长江白咖啡呢？你们可以加我在你们的 Instagram， 这里我的 Instagram BubbleBoy1119， 你们可以加我的 Instagram， 或者你们可以 email 你们的 detail 或者联络号码给我，我会联络你们。去我的 email 就是 alexnoguchi1119@gmail.com， 就是在这里，这里这个就是我的 email。 放心，你们的 personal detail 我是不会公开出去的。假如你们拿到这个长江白咖啡了，希望你们能 post 在你们的 Instagram， 然后 hashtag Baba Boy 或者 hashtag Baba Boy 我要长江白咖啡，我拿到了。然后你们真的很幸运，这个咖啡真的是很好喝。今天呢也是我跟 Officer 就是 Chris 第一次合作的第一个 video，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是刚好路过 KB， 刚好遇到 Chris， 他就叫我合作在一起了。你们想要看什么就尽量在 comment box description box 留言，我们有哪里拍的不好，哪里让你们不满意的，请你们多多包涵。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第一个 video， 下来可能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会更多 video。 你们还有什么要看的话就在下面留言，或者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在那边留言给我也可以，你们也可以 DM 我，没问题。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啦，拜拜。记得我是 Baba Boy。